金属在生活中很常见，比如菜刀、门窗、电线等都会遇到金属，用到金属，不过都是一些常见的金属，如铁、铜、铝等金属，看上去都是金属，看上去都具有光泽，而且导电性能更好，而且导电线，而且导电性能很好。元素周期表中，除了22种非金属元素外，元素周期表中除了22种非金属元素外，其他都是金属元素。在自然界中，绝大多数金属元素都和其他元素结合在一起。在自然界中，绝大多数金属元素都和其他元素结合在一起。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，只有少数金属元素以单质的形式存在。比如金、银、铂等常温条件下，比如金、银、铂等常温条件下，除了汞、鱼名为水，鱼俗名为水，银是液体之外，其他的金属都是固体。其他的金属都是固体。